哎，为什么不多要两样？说不定还有大房子和大车子啊。奇怪，你孩子怎么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啊？来，快吃！我不要听你的包语，我不要你家好心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收拾干净就走。这包鱼你们可以趁热再吃。你走啊，你走啊！一千，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！是安子找的。一千，我爸，快去拿止血药来，快点。好。娘，我没事。流这么多血还说没事？小芳，快点啊，快点！杨小姐。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浪费这些钱了，他们不会喜欢吃这些东西的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对我弟弟做任何事情我都心甘情愿，你不要管我。你们派个人出来告诉我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你问我爱没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这鲍鱼真好吃，你也是吃哎，我也是啊。鲍鱼是不是很贵啊？不贵我都不知道，我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。那杨小姐很有钱呢？不有钱，我也是不知道啊。不过肯定比朋友有钱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没事没事，没有。以倩，那个自称是你姐姐的又来了。你们俩给我听好，待会儿呢，你们先去学校，我还一块有事要去做。你妈做什么？对啊，你不要管那么多嘛。哎，你们碰到那女人呐、啊，就说什么都不知道，那老师问呢？就说我们俩生病了，知不知道？对，病了，病了啊！走，去。早餐哦，谢谢。凤雅，你身上有没有钱？有啊，要多少？50块，我想买一点参考书。我给你。他谁啊？对啊，来50块。嗯，今天晚上我也晚一点回来。嗯，回来吃饭吗？嗯，不用等我了，留点饭菜给我就好了。好啊。哦，小朋友，你们干什么啊？我找人。找人？找谁呀？那一间是不是有一个姓姚的？是姓姚没错啊。那是不是一个单身的女人住的？单身是单身没错啊，可是有个男人住在那的。哦，那找错了，谢谢，谢谢。上学啊？是。那我们家小胖嘞？为啥留下？这么不乖呀、啊？小胖，为什么一个单身的女人会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啊？你一定不是什么好人，不正经的女人才会做出这种事嘛。
什么是不正经呢、啊、一种是妓女，一种是五小姐，他们这些人啊就喜欢一种小白脸在家里。哎呀，小孩子不要问这么多，你们说的是谁呀、啊、哎，杨凤英的职业早上是倒垃圾，半夜替人倒粪便，但是很奇怪，她跟她男朋友同居很微妙。什么意思？她跟她男朋友同居，她还是读大学四年级，是个高材生。据杨凤英的邻居说呢，他们很恩爱。看来这个大学生的生活费啊，大部分是杨凤英付的。这个世界啊，真是无奇不有。姐姐，乖，吃过饭没有？吃过了。在哪吃的？家里。他们呢？一块哥在洗澡，小芳在睡觉了。那一千呢？哦，小芳说她很累，所以一早就睡了。我在问你啊，一千呢？真的要说啊？是的。他出去了，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们这些人啊，就喜欢一种小白脸在家里。去找你姐姐了？我没有姐姐。哦，我应该说，你去找姚碧桂的姐姐了。你觉得她怎么样？她又贱又臭又肮脏。你知不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什么？她是有苦衷的。我不管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是我，她是她。你们不要再逼我认她，再逼我，我就走。你不要用走来威胁我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，佩君姐姐很想帮你的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为了这件事情没有心情读书。你知道吗，你不高兴佩君姐姐比你还难过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会用功读书。你放心，只要有佩君姐姐在的一天，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带你走的。嗯，还有要去找师父，我相信他还没有死。现在才4点多，哎呀，我们的市场啊卖肉的一上午就卖光了。我
不能不行啊，5点钟啊，这里是排队。哎呀，那个猪。